你先走。我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你要是想我的话，你干嘛一直都不联系我？我不是想多给你点时间让你考虑吗？再说了，我不是给你订了去美国的机票了吗？那我去了美国你也没联系我呀。你一直跟着我不跟我讲话，我以为你不想跟我说话呢。谁不想跟你？怎么知道我跟着你？你去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你了，你以为自己的跟踪技术很好啊？你那刚刚在航班上你是不是也看到我了？嗯。难免会哭泣，像倾盆大雨。你好，淋着雨我陪你真可爱。姐姐跟姐姐说再见。你的病好了？我好了。飞进了灿烂星空，把梦全都照亮。又怎么了？明明知道我想你，为什么一直不联系我？明明知道我想你，干嘛不见我？我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一直在扮演一个掌控者的角色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现在在我们的感情里，你也依然如此。如果你想好好跟我在一块儿，我希望我们之间是平等的，至少我能感觉到你是在乎我。我当然在乎你啊。可是我没有感受到。周氏。谁啊？周氏。周氏呢？他不在家。他去哪儿了？突然间出现你的画面，闭上眼，我看见某个时刻，某个地点，偶尔偷偷看你一眼，躲在墙的后面，就让我坦白一点，其实是我注意你些。想听你说 I love you more， 小小的举动都让我喜悦，每天都爱你多一些。走了多久才走到今天？我的记忆过好甜美，只要你开口，什么都 OK。每天都爱你多一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被撞了一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菲菲告诉我你在这儿的。先不说了，先上岸。这个地方这么偏，一般不会有人找到的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十年前我出国前，家就住在附近。十年了，这儿一点都没变。你呢？干嘛没事跑过来游泳啊你？今天是我入学纪念日，今天我都会来这里游泳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我当时出国前，也救过一个小女孩，就在这儿。是你？是吗？是那天救我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是你？问题，我有答案了。我
已经知道了。可是马上就要出国了。我也。什么？你干嘛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怎么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。什么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？我又不是你女朋友。你怎么就不是我的女朋友了？你是我女朋友。怎么可能？你又不喜欢我。我喜欢你。我才不信。大家都见证，我卫青喜欢周氏，从今天开始周氏就是我的女朋友了。干什么呀？现在信了吧？我信我信我信。那你愿意等我吗？等，不管多久我都等。Thank you.